人讲道理呀、啊，不会讲道理呀、啊，懂吗？白衣男把对方压倒在地，一连甩了好几个巴掌。黑衣男被压在地上挨打，后头又爆发电波冲突。要杀我老婆！不是因为你的事，不是因为你的事。只见嫌犯气到朝被害人连挥好几拳，连女生都不放过，再度打了两记巴掌。后头有人频频劝架，试图把双方架开，多达十一人在街头闹事，惊动警方到场。我劝架的，我穿拖鞋啊，我穿拖鞋可不可以啊？事发在17号深夜11点，新北新店巷弄内，一群人在热炒店庆生，却演变成全武行，可把邻居全吓坏。好像很多人，那应该是热炒店一群人这样，最少4-5个人那，不知道用什么碰壁声。怎么不会呢？那他来的这么吵，怎么不会吓一跳？原来闹事红姓男子当晚生日找来朋友庆生，不满占星女友累了想先离开，觉得很不给面子，不小心把热汤洒向女方，惹得同桌黄姓友人想替宅女出气，却被对方赏耳光，双方打成一团，最后全被警方压制。宅女均送往更新医院就医后，乙方朋友黄男为宅女打抱不平，原与黄男产生口角冲突，几杯黄汤下肚，男子不小心把热汤洒向女友，和同桌朋友闹翻，大家全进了警局过生日。记者倪世刚、杨杰、陆雨欣采访报道。